家好，我是 Vivian， 欢迎来到 Vivian 的三语小课堂。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讲日常生活中如果要问路的话会用到哪些经典的粤语句子。第一句是，麻烦一下，我想问十六街怎么走。唔该，我想问你一下，十六街点去呀？这里的唔该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不应该，意思就是麻烦您真不应该。唔该是粤语中最常用的礼貌用词之一。第一种表示请求时，唔该相当于请、劳驾、麻烦等等。例如，唔该你话佢知，麻烦你转告他。唔该姐姐，麻烦让一下。二，表示请求的唔该，如果是放在请求意思的前面，就兼有打招呼的作用。例如，唔该车站喺边个方向啊？你好，请问车站是在哪个方向？第三种表示感谢时，唔该相当于感谢、谢谢的意思，程度加深的时候还可以表达为唔该晒。例如，唔该你，谢谢你，今次全靠你帮我，真系唔该晒你呀。这次全靠你帮忙，真的非常感谢你。第四种，当别人对自己说唔该的时候，一般回应唔使唔该，不用谢，不用客气，别客气的意思，也可以省略为唔使。第二句是，我可以乘车去吗？我可唔可以坐车去呀？这里的坐车就是坐车、乘车的意思，可唔可以就是可不可以的意思。第三句是，如果我步行要多久呢？如果我行路去要几耐呀？这里的几耐是多久的意思。粤语中耐代表着久，同样用法的词语还有好耐、很久。好耐冇见是很久没见的意思。此外，咁耐是这么久的意思。例如，我已经到咗好耐啦，你快啲过嚟啦。我已经到了很久了，你快点过来吧。我哋好耐冇见啦，几时得闲出来见个面啦？我们很久没见了，什么时候有空出来见个面呀？今天我教给大家三句用问路时会用到的粤语短句，让我们请现场的小姐姐一起跟我们一起复习一下。第一句，麻烦一下，我想问十六街怎么走。唔该，我想问一下十六街点去呀？唔该，我想问一下十六街点去啊？我们再重新来一次。好，唔该，我想问一下十六街点去啊？唔该，我想问一下十六街点去啊？很不错。第二句是，我可以乘车去吗？我可唔可以坐车去啊？我可唔可以坐车去啊？第三句是，如果步行要多久呢？如果我行路去要几耐呀？如果我行路去要几耐啊？我们再读一遍。好，如果我行路去要几耐啊？如果我行路去要几耐啊？要几耐啊？要几耐啊？对，没错。好了，今天的 Vivian 三语小课堂就到这里了，请你继续锁定新动力600国际台，我们下期再见，拜拜。